妈妈，玉梅呀，你这几年是跑到哪里去啊？不关你们的事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是关心你。我们做朋友的，但求尽心就是了。其他的事情别人不说，我们也就不要多问了。好了，现在你们母亲回来了，我们也可以走了。欣欣，我们回家去。 林妈妈，红霞说，林伯威有救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苏天才会自销告诉吗？他答应我了。你看吧，有办法的女人啊，就是有办法。三个男人啊，围着她团团转，一个呢，叫飞机给摘了地。 一个啊叫警察给关进牢里，还有一个啊受了伤，到现在还被人予取予求的摆布呢。妈咪，是我送我妈去的。各位有什么话说吗？姐姐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俩看到没有？林家的人啊全变了样了。周玉梅本来的面貌多么厉害精明啊！ 尤其是那个红翔，简直就像个流氓嘛！妈，女儿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再跟他来往。那个人呐，早晚会到户政事务所去改姓。等他姓了孙以后啊，什么财富地位全都没有了，将来很可能是耍流氓。妈，你又在胡搅蛮缠，胡说些什么嘛？红翔他是大哥，他要当家做主，难免说话会果断一点，怎么会变流氓嘛？你小孩子懂什么啊？ 哎，常伯爵，你在看什么东西？看这么专心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孙天祥可以回台湾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托的关系，再加上天祥之前老长官发挥了效力，你看，这是总部来的回函，有了这张身份证明之后，我很快可以帮助天祥回台湾。回台湾？ 那这一下不就完蛋了，妈咪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样局面不就乱上加乱了吗？哎呀，伯爵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管这档的事儿啊？就算我不管，其他的同学早就在帮他奔走营救了。我想，天祥现在应该也知道这个消息了。 高先生，这个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提到的证明文件。台湾方面呢，已经恢复了我的户籍，要回去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动身的。很好。哎，不过朱宁朱小姐那边，你都安排好了吗？我会写信给她，跟她解释清楚的。你的意思是？ 你不要他了？我跟他缘分浅，何况我现在已经找到我从前的爱人，跟我的儿子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以前一直听说你是单身。他是我的未婚妻。 我们正打算步入礼堂的前一天，飞机出了事。那个时候，她已经怀了孕。那她嫁人了没有？高先生，这回台湾的手续跟机票，就麻烦您尽快办理了。哎，这不叫回台湾。 你都已经离开25年了，内地才是你的家，中国才是你的祖国。回台湾探亲可以，不过一定要回来定居哦，带着你的家眷一起回来定居，懂吗？啊，懂。高先生，那就麻烦您尽快办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
是丁香吗？玉梅，你好吗？爱好。你呢？文雄他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事情可能会有转机，我们大家都在托人帮他。他受罪了吧？天祥，台湾现在已经不是25年前的样子了。文雄除了行动不自由之外，其他一切都还好，我们也可以常看到他。那我儿子呢？他也还好，全力营救文雄。他这几天瘦了一圈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洪祥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？我想跟他说说话。他不在，他出去了。妈，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多说，宏伟在等我，我们要去看文雄。再见。喂，玉梅，喂喂。连让我把话说完的时间都不给我，连我想要告诉他我可以回台北的消息也无法说出口。我不在，你跟大哥联络了吗？他刚才来过电话，他很担心你，要我转告你。玉梅，你为什么不去上海投靠他？我为什么要去投靠他？没用，说不定被关个7年8年，我不想耽误你。文雄，爸。妈已经在替你想办法了。大哥找妈回来以后，他立刻就去看苏天才。妈说，苏天才已经答应追究，估计在侦查里面的时候，就可以因为罪证不足当庭释放。你用了什么方法，让苏天才答应不追究的？我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方法，我只是请他放过你。你想他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吗？玉梅，你不要这样委屈自己啊。就算我今天杀死他，死了也心甘情愿。文雄，值得吗？杀了这种人，一命抵一命。你好不容易有今天的地位，有圆满的家庭，有可爱的儿女，你却跟这种人计较，值得吗？我有今天的地位是为了谁？我的3个子女变成2个，搞不好连妻子都要拱手让人，我这样的家庭能算圆满吗？爸，其实事情并不像你想象中这么严重。大哥回来了，在上海一听见你出事，二话不说搭连夜火车到香港，凌晨一早你到机场去等班次。爸，我看得出来他还是爱你的，他非常非常的爱你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他永远都可以是你的儿子。我林文雄是这种人吗？当初我答应你孙伯伯照顾你母亲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出事。他不在，我照顾玉梅；他回来了，我把玉梅让给他。
现在，你连他的儿子，我能霸占吗？我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？我去了上海，也见过孙波波。我发现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汉子。爸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找机会坐下好好聊。 毕竟我们三兄妹都已经长大，可以独立自主。你在时时刻刻需要父母的呵护。如果你们做长辈的可以撇开我们的问题，那么也许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什么意思？妈在台北，跟爸生活；妈到大陆时。 就跟侯伟，二哥，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？什么叫妈在台湾陪爸，去大陆陪那个姓孙的？他又不是男人，怎么可以脚踏两条船嘛？再说，如果是男人有两个女人，别人会羡慕他，说他啊是风流才子。 如果是女人的话，那就……其实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同时周旋在两个异性之间，就是玩弄感情的态度。这种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负责任、有担当的人。但是今天林妈的处境是可以被原谅的。当初她害的是孙波波，孙波飞机失事。 他甚至想投海殉情，嫁给了林波波，也是他以为孙波波已经死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东一点西一点，从我爹地妈咪，从洪翔，从林妈妈，还有苏天才那儿，这整个故事……不要再提到苏天才王八蛋的名字了。洪翔，哥。 怎么了？一整天都不说话，这几天也总是沉着脸。洪翔，我知道你心里烦，心里苦。可是你这样憋着也不是办法啊。我们都是你最亲的人，你可以告诉我们啊。洪伟、洪恩或许是，你不是。 什么意思？你姓常，不姓林，也不姓孙。可是我是你女朋友。你去上海之前，我们有过约定的。等你回来之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 我不会娶你。为什么？去上海之前，我姓林，我是连城的小孩。去上海之后，我姓孙，我一无所有。我在乎吗？我有嫌弃你吗？ 红翔，我爱的是你，不是你的姓，更不是你的名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任何人只要身世不复杂，前途会变光明，你当然可以嫁。可是我背负两家人的恩情，还有一件未了的仇恨，前途茫茫一片灰暗，你只是自讨苦吃。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！何况有我在你身边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奋斗，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，光明的远景。做梦！
不可能了，醒醒！不可能了！沐晨，你还是醒醒吧。你还年轻，要亮，家世又好，能力又强，你何必跟我这种人在一起？跟我在一起，你只会跟着一起灭亡。到底怎么了？ 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打什么主意？慕翔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。林伯伯那里不会出庭作证，大家都在出力。你不要自掘坟墓，去找苏天才。我本姓孙，被姓林的抚养长大。这两家的恩情，你要我怎么报答呢？ 他们跟苏天才的仇恨，如果我不以牙还牙，我还算是男人吗？洪翔，大哥，洪翔，糟了啦！哥已经去找苏天才了。星星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 洪翔会来找我，他想干什么？洪翔他不是坏人，但是他个性太冲动，我担心他找上门，会造成你们之间更多的误会。您害怕我的右肩会被他给砸烂？关于林波的举动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不过。 苏院长，你自己有失言之处，你明明知道林波的立场，为什么要用那些不堪的话来激怒他呢？如果你跟我同年纪，生长在冈山，你就能够知道当时我的心里有多恨、多痛苦。 周玉梅已经穿了礼服，跟我拜别了她的父母，扶着她正走上礼车，回家入洞房。可是，在半路上，突然杀出了土不拉几的林文雄，在众目睽睽之下。 的新娘就这样硬是活生生的消失了，所有的人都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个笑话。我苏天才堂堂是一个医生，却再也直不起腰杆去面对任何人。 星星，那种恨，那种窝囊，就像暗夜里的一条毒蛇，它随时会出来啃噬我的心的。可是，以你现在身份跟地位，你很容易找到一个很好条件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你要作茧自缚呢？像我这种心态，这种遭遇的人。 有什么女人能够长期忍耐我的折磨呢？你的折磨？什么意思啊？
你会折磨女人吗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是一朝被蛇咬，一辈子怕草绳。不过也许，有一天我遇见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子，我的病或许就能够好转了。 祝福我吧，红翔的女人。什么红翔的女人？真难听。既然红翔没有来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先走了。